可以坐在这吃东西看风景，这很好耶。上面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给人很印象深刻耶，这次再来就不输是回来老朋友找同款。怎么了？你要举报谁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嗯，配俩包，你在喝啤酒？哦，上班时间。Linda，Linda，做人压力很大啦。没有啦，来到这庄园就比较放松嘛，所以我们要试一下它的特产。这个叫什么冰淇淋？这叫什么？牛奶霜冰淇淋啊？牛奶鲜乳，他们的名产，我们一定要来试一下。鲜乳。然后这个是你说这叫什么卷？红心芭乐什么卷？红心芭乐，这应该也是当地特产，因为平常不太有什么芭乐卷。那你现在在拍请脚节目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拍的是旅游节目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宜兰后所在，叫做鹤棣坝庄园。然后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个城堡在后面，然后有休息区，啤酒是送的，是外面带来的。里面的啦。哦，是哦。牛啦。是零酒精的啦，零酒精。零酒精吗？黑麦汁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上班喝酒。那黑麦汁。OK， 健康黑麦汁。所以你们今天来这边约会吗？约会。对啊。分吧。对啊，不然你要跟谁？因为我要在那个照顾老婆，然后我要带她出来散心，然后让她心灵放松，看她脚会不会好得比较快。呀，起来啊！秀英，你起来，你给我卡几摆，我看嘛。起来啊！等下我会一直卡起来给大家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敬请期待。好，敬请期待。OK。他妈的冰真的好吃。真的吗？要我喂你吗？你被拒绝了。你被拒绝了。对。我直接被打枪了，那你要换老公吗？啊、你觉得谁比较适合？我是说戏里面的，我是说好莱坞有一堆，我都想把你换掉。OK， 出个外景原地离婚。怎么来这边吵架？对，不要生气啊、哦！今天天气很好啊。哦我每天做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，但各位当做会在城堡的窗门看每天的日出日落，还有烟火。之前就合作过很久很久，没有，他其实是看得出来。他其实算是我的大师兄弟前辈，前兄贴后背。对，我们在少林寺修行的时候。想当年你还是光头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。对，哎、欸，光头王。没有，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、啊，大概蛮多的，不好意思讲年份，因为他今年才二十几岁，十八。就我口渴啊，啊，我的冷饮嘞，老婆，这里，你说两颗冰块的冷饮，帮你热好，冷饮。能凉诶，我爱啉凉诶，台语，我爱啉凉诶，台语，台语是什么啦？我爱啉台语，台湾国语，我要喝凉台。我们拉菲藻它有很特别的意义哦，它是象征着缘分永远都不会凋谢的爱情，因为它拉不断。谢谢。拉不断，拉不断，象征爱情，对，拉不断，象征我们的缘分，拉不断的鼻毛，来，拉不断。像这个草如果缺花，可以用鼻毛。好恶哦、喔，没有那么多，而且我没有这么缤纷。之后你觉得秀莹适合什么颜色？秀莹哦。秀莹在里面，其实她应该。它应该是比较像这种白或粉的那种的啊，就是比较单纯清纯那一种，但它私底下应该是闷骚的。老伟，没错，我刚什么都没说。
你以为你说很小声？哈哈哈哈哈！在笑。四、三、二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就是可以开始选我们的玫瑰花的部分，可以看看你们要哪一种颜色。要紫色，那我橘色。绿色。之后呢，可以稍微旁边有些草的话，一样可以把它包进去。哇、哦，超好看的啦，看到没？可以，好好好，好，来。你们是手巧的人吗？手很巧，然后他的手很漂亮。对 对。哎呦，手太修长了吧？哎，还好啦。但是必须说，那个手工 DIY 做那个永生花的钥匙圈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真的是蛮好的经验。那你觉得是你做的不错还是我？当然是我啊，这还用说吗？是不是？大家评分看看。对。OK， 可以，这个加分。太棒了，老公。嗯。好久无出来行行的散步啊，这的风景跟空气也是跟较早同款，真好。嗯。哎、欸，老婆，头前有间咖啡厅，咱来看卖好无？好啊。老婆，你想要食啥？嗯，每一种看起来拢足好食的呢。啊对啊，老公，咱若是会当伫外口野餐看风景，不较完美啊。好啊，我来问看麦。啊，好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唔惊敢袂用再去外口野餐？哎、欸，那有野餐套组哦，唔然食物跟饮料，还有餐垫跟野餐提篮哦。啊，是啊，这样大心哦。而且这野餐组的甜点都是有宜兰在地的食材，还有水果去做的哦，像有红心芭乐生乳卷，还有印有希望图腾的可爱法式马卡龙，还有养生咖啡，雄心和恋人们这浪漫城堡来的，跟家己心意穿得好对方哦，是不是满满幸福感呢？看起来真正足好个呢，那呢，我来一个野餐套餐。无问题，快收办一个哦。多谢。老婆，你看啥？啊，这本册哦，在介绍咖啡，哎，写了足详细的呢。你看看，我拢想要逐天啉咖啡啊。我逐天拢有咧啉咖啡，啊，不过我唔知啊，这咖啡有这么多好处呢。老婆，无这本册，咱买回去倒倒看。好啊。可以坐在这儿吃东西看风景，真很好的。你们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房很印象深刻，这次过来就不输是回来老朋友出的感觉。这的梦想城堡、哦、是庄园主人的梦想，其实在我的心肝里、哦、我也有一个梦想城堡、哦嗯、我跟你两个人住在城堡里面、啊、我每天、哦、都会做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，咱阁会当做伙伫个城堡的窗仔门，逐天看日出日落，啊，阁有烟火。嗯，啊，不过我的梦想城堡甲你想的无啥共款嘞。啊，无你的梦想城堡是在做啥物款？我梦想的城堡就真讲，我靠是刮风下雨看袂到日出日落，啊，不过只要有你，会当甲你伫个城堡内底。就算讲，咱只是咧砌桌啊、扫涂骹、啊洗衫、拍网啊，只要有你，我拢感觉真幸福的。好像我今麦世界模样，咱若是真正住伫梦想城堡内底哦，我应该只会当甲你安尼相对上啊。相公诶。咱伫个城堡内底嘛是同款会当自由自在啊！伫个城堡内底，轮椅到的所在，我拢会塞你去；轮椅我都到的所在，我爱你，我抱你。
你在这位，我会幸福的了。老公，阿家有手工课程呢，我咱做几挂纪念品，咋等用？哇，你想要做啥？我想要做永生花，我咱幸福永生。Hello， 那欢迎来到我们鹤地法的 DIY 手作教室。那我们今天呢要体验的课程是永生花钥匙圈。那我们待会的成品呢会做得像这样子，那因为它是象征着永远都不会凋谢的爱情。好，那我们待会的制作材料呢是在这边，先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有拉菲草以及日本进口的真花，以及我们这个干燥花的我们花材的部分。好，那因为呢我们拉菲草它有很特别的意义哦，它是象征着缘分，永远都不会凋谢的爱情，因为它拉不断。好，那像待会呢我们制作这边会有这个上盖跟下盖，这边那制作的镊子，我们现在呢就是把拉菲草稍微搓一搓，搓一个汤圆的部分，好了之后呢会像这样子变成一颗汤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先试着把它拉开，拉开一点点，让它稍微有一个凹洞，因为我们待会要放进去这个塑胶的下盖里面。好，这样子拉开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可以把盖子盖上去了，轻轻的盖下去就可以了。对，哇，没错，小王，你看，我做的好看吧？就是呢，老婆，你手真正就卡。我想要给做几个，啊，提灯去上好荣博、明慧哥，啊，个罗生阿姨，啊，个苏英。李英姐，永生花，你敢来当赏我？我还可以把你寄养品拎上去。好啦。哇！哇！香香对对。哎，爱情好看呢。欧巴。